谢谢。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，感谢大家。嗯，还有热心的观众朋友们送来礼物，对了，让我特别的感动啊！只有两个送礼物的啊。据我所知，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啊，嗯，有两个送礼物的啊。想清楚吧，特别的感动啊，感动感动。感谢大家，感谢感谢。我们来到石家庄演出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对了，我之前几年跟我师傅来过，嗯，然后去年还是前年，我们两个在这儿，前年在这儿演过。对，这个剧场是第一次，体育馆比较大的一个演出场所啊。嗯，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，现场坐了好几千观众，你们好，哇，那么远，那么远还有人，这真是。谢谢你们，哇，三层，真的，你们坐那么远，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？你要这话问的，有钱不就送礼物了吗？不是，你喜欢我，你应该买前面的票啊，怎么坐那么远？哇，你们都是喜欢相声吗？是。啊，哇，第一排有一个美女，好美。哪儿呢？最好的礼物。感谢你坐在第一排啊，那是那是，特别的养眼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住在那个，他在我隔壁。不跟大家开玩笑了。哎，石家庄演出，心情十分的开心，十分的激动。先做一个介绍吧。好，我是相声演员小岳。哎，这是我的搭档，我呀，啊，叫做孙越，哎，是我，孙老师，嗯，特别好，我还好，特别棒的一个演员，哎呦，您捧我了，博学多才，哎呦，不敢当啊，真的，嗯，才高八斗，嚯，大学毕业吧？啊，是是是，我们后台其实好几个大学生，啊，有不少，嗯，什么于谦，哦，于老师啊，北电的，哦，北电，哎，北京电影学院，哎呦呦呦呦，导演系，啊，对。学导演的啊，学导演的，天天导演，天天导，打就导演，行吗？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天天导这眼呀、啊，这两堂课不就瞎了吗？不是导演吗？打导演自残，你这叫，人指导表演，指导表演，哎，还有高峰，高老师，什么天津大学的？对了，天津大学水产系，哦，学海鲜的，研究螃蟹，研究大虾呀，哎呦呦，就这个，是是。孙老师了不起，我怎么了？什么大学？告诉我们。农大。农大，嗯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楼上楼下好几千观众都听见了，嗯，听得清清楚楚。是啊，音响效果也不错。没错，农大，农大呀，农大，你应该挤一挤呀。我，对不对？农大，你不挤的话，流到血液里头，到时候呢，脸就肿了，知道吗？肚子就大了。不不，去年是肚子大的事儿。您别胡说八道啊！啊，哪个农水的农啊？不是农吗？化农？不是那个农，农业大学。农业大学，哎，什么园林设计呀？对对对，土木工程啊，土建维修啊，就研究这个。是是是，了不起。您客气。哪天吧，小孙。啊，什么小孙呢？小孙哪天上我家？嗯，怎么了？我搞一搞你。你搞，好不好？你看我洋溢着笑容。到时候我用我的热诚，我这，你太热诚了，有点。不是您干嘛？不是你们还有这爱好？现在，那搞一搞我，你要干嘛你？弄一弄你。哦，比那个还露骨呢。我可能说的比较含蓄。没有是啊，您这够直白的了，这个。不是你要干嘛呀？教一教你。教一教我。对了。教我什么呀？文化。谁呀、啊？我不是您等会儿吧？这一上场，我是大学生。对，那个高峰、那个于谦，这都不如我。嗯，我有文化。嗯，不是你要教教我？对，那这么说，你比我有文化呀？你看出来了？我没有，我连男女都没看出来呢。其实你看出来了，我看出什么了？你有什么文化？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。你甭来这套啊！还说歌词呢，还不是？哎，你要教教我文化。哎，你什么大学呀、啊？
是我的骄傲。我听见什么了就骄傲了？那是我的骄傲。不是您什么大学？您说，我是什么大学啊？你躲开，躲开啊！我悄声的告诉你，我不用，你大声说出来。我怕我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。您放心，翻不过去。就这么自信？那是，我不是没试过。我是北大的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我的同学，谢谢。这起个哄的同学了，这不是是什么大？你为什么那么笑？有点嘲笑你的意思。啊，不是你什么大？北大。北大，北京大学。可以，我让你挑呢，我让你。我没挑啊，你哪？北京大学当然是一个好学校，学府啊。北京大学，我从那儿路过过。你我还在那儿住过呢，知道吗？路过管什么用啊？不是北大，我们哪大学？不是北大，不是北京。哦，北京医科大学，那医科大，北大，北京邮电大学，那叫电大。怎么电死你了？怎么还电大？那北邮吗？这不是。哦，可以，还电呢，气氛稍微有些尴尬了啊。那是你闹的，不要再问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不，那聊天嘛。那北京联合大学，你嗓子狗呢？你这儿呢？这个不是你这怎么地打的？什么大学？我哪儿？我还我哪儿？我蹲都费劲了。多着呢，你让你卧哪那么开心干什么？还卧哪？我还你看你开心的，你干什么？废话，你们难为人吗？这不，站起来！哎，你看多听话。废话，压根儿没坐去。不是你什么大学？哎，没上过大学，怎么了？干什么？你我骄傲了吗？哎，我自豪了吗？你还不害臊呢？没有上过大学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没上过大学的人多了，怎么了？在座的有没有没有上过大学的举手？我看看你的。你看，哎呦，呀，没掉脸，你看看。哎呦，没上过大学都买头根的票是吧？上学有什么用？这是。不要瞎说。你甭拉帮结派，知道吗？不是你大学没上过，你教我什么文化呀？教你什么文化？不是你高中上过吗？高中的上过。哦，高中上。高中要是没有上过，说相声那算诈骗，知道吗？大学没上也算了。啊，大学没上也算了。您哪高中啊？我听听。就是啊，这样吧。哪样吧？我说相声就是诈骗。这年头啊，就这么坦诚的人少，是不是？那是，换句说不要脸，知道吗？这就是，我就是诈骗了。退去啊！这么大气的吗？售票处早就收了，知道吗？知道没地儿退啊？我可能退票，就是高中没上过，没有。那初中总得上了吧？初中得上。初中要是没上，说相声那算诈骗。您已经骗过一回了。您初中在哪儿上的呀？我听听。初中啊，是在一个、啊、什么学校？一个美丽的小山村。哦，山村。哎。哪儿啊？我的家乡在河南。啊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哎，我就在那儿上的初中。初中什么名字呀？什么名字啊？几中您有名儿啊？我们能查档案，能调出你档案来的啊？岳家村一中。去哪吧？岳家村啊？你们家不是岳村集吗？嗨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岳家村就是哎，那个人，你能？你是不是管我教吃多了？啊，不是，对，
老跟嗓子狗似的，你看，一点都没用。就是你别就是了啊！上没上过初中？我初中上了没几天。啊，初中几年？这初中一般上几年？我记得初中三年嘛，干什么？没完没了了？刚刚问底来了，这是我的专长，我就卖着票呢，我在这儿。头一个节目，好家伙，你问个底儿叫你干什么？一点脸不给了，一点脸不给了，真让我退票啊！咱这不是聊天吗？你嗓子裸着跟嗓子狗似的，你想我怎么不要脸呢？你本来就不要脸呢。你甭说这个吧，但凡要脸，你早就逗哏去了，是不是？但凡要脸就逗哏，不是这话吧？啊，不是，你初中三年，你上多少年？我上了。你上了几年？我听听。两年。有没有调戏老师被人开除了？怎么了？干什么？没完没了了？是不是没完没了了？调戏老师，初中上两年，十几岁啊？十几岁就调戏老师了？初二调戏的啊？十三岁？你等会儿不对，被老师开除了。你等会儿，到现在我还记得他。你没记得他？初二应该是十四岁啊？那就十四岁，怎么了？我这个人好说话，你太好说话了，你。不是您初中到底上没上过？上了上了，虽然学历不高啊，但是我辍学以后，我经常的学习。辍学以后，对，经常的学习文化，还学习学习咱们中国的知识。哎呦呦，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，那不假，尤其是中国的文字。嗯，我问你一个小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中国的文字是谁造的？哦，谁造的字儿？这个问题高深了。不高深。嗯，您撞在枪口上了。您知道仓颉造字，孔子留书。仓颉造字，圣人留书。没错，说的没错啊。嗯，仓颉造字是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嗯，仓老师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呢？对不对？仓老师怎么会造字呢？对不对？我估计可能要没有仓老师的开导，你也调戏不了老师吧？啊？怎么了？什么叫苍老师啊？苍老师吗？您说那苍老师男的女的呀？女的。男的呀。仓颉。仓颉，那个仓颉的大地，那应该叫中国的文字。对，仓颉是古代劳动人民留下来的成果。哎，我经过我的研究，我发现啊，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，有的不合情不合理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就您这初中没毕业的学历，你还说汉字不合情不合理？对了，你有点胡说八道。你听我慢慢给你讲。你说说我听听。合情合理的字啊、嗯、上面一个小，底下一个大，念什么？尖。尖，说的没错啊。嗯，尖，合情合理啊。底下大上面小。哎，尖，一个三点水，一个少，念什么？沙。水少了，沙子呈现出来了，很正常。哦，合情合理。但是我觉得有的字不合情不合理。您说说。咱比如说。比如说。左边一个人、啊、右边一个人，底下一横，念什么？从啊。从，丛林的从。从啊。我觉得不应该念从。为什么呢？应该念床。左边一个人，右边一个人，底下一床，你看。也可以念炕。您说的还是仓颉吧？仓颉，仓颉，仓颉。我再问你，上面一个千，千，底下一个李，念什么？上面一个千，底一个李，重啊，重啊，重重。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山，念什么？出，出。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仔细想一想这两个字，嗯，错了。怎么错了呢？千里为出。二山为重，千里为出。对了，走千里，出门走千里，才先出门才能走千里。哦，千里为出。是啊，上面一个山，底下一个山，山是最沉的。哦，二山为重，这是劳动人民当时你混了，你等，脑子稍微一混淆，他就把两个字弄反了。你等，知道吗？你等，这是我的研究，岳老师，总结，岳老师。就是您这么一听啊，您这还挺有道理。当然了，但是就这个重跟这个出这两个字呢，我这也有点解释。
因为我瞧过那个古文书上说过这俩字儿，是吗？您看我的解释对不对啊？好，我听一听，为什么叫千里为重？你想这人啊，走出一千里地去了啊，这人得累成什么样？他拿什么都行、啊。那千里为累，对不对？为累干嘛呀？我这个人好糊弄，我甭糊弄，像话吗？都，这千里就是为重，走出一千里，人累的都不行了啊！你手里拿一根羽毛，他都嫌沉，他都嫌重，这叫千里为重。二山为出，二山为出，你在这个山。你那边有座山，你都过去了，迈过后边那座山了，你这不就出去了吗？二山为出，我看你都没有掌声了，天哪！那我们的解释对、啊，解释半天连掌声都没有，真真有意思。您也没有啊，您这失忆了。我这个人尴尬习惯了，对吧？那时候我们还要脸。我再跟你说啊，不是我这是对的，你好好好，无所谓无所谓，什么叫无所谓？中国的文字，有的音同字不同，是吗？有的字同音不同，哦，有的时候一个音能写出很多字，哦，对不对？同音字，哎，有的一个字念很多音，哦，对吧？是啊，这是中国的文字。哎呦，但是据我所知，据我的总结啊，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字，只有那么一个字。一个字啊，一个音，就别的没有，别的再也找不到了，是吗？对，一个字，一个字，一个音，这个字是命，命，生命的命，因为命只有一条，能写出命字，还有别的字吗？命，写得出来吗？哦，就这一个字，还有别的音吗？哦，您说就字典里就这么一个字，就这一个字，我研究过，我总结过。哦，就因为是命只有一条，对，这命字就这一个音，对，不对吧？啊，你不要说话，我什么都不要说话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等等，这是我的研究，我的总结。您休息一会儿。等，说什么呢？这不对吧？怎么不对？不光这一个命字儿，还有什么字？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琢磨的这个死字儿也是一个音吧，因为死也就死一回呀、啊。三声死死就有一个字一个音吗？对呀、啊。你回北京吧。我什么叫回北京？轰走了！京师高速，赶紧走！我怎么就走啊？现在就回去！您这研究不对，知道吗？这个啊，甭糊弄事，知道吗？这就是、啊、就是玩笑啊！对，我哄孩子玩儿。我这个人就好开玩笑。哦，我真正有能耐的。您说说什么能耐？吟诗。哎，怎么了？哎。这么好几千人，您说这干嘛？还有孩子呢？什么叫吟诗？吟诗不是你自己的这个爱好，你别跟这儿说这个。什么爱好？你说你就不是诗前面那个是吧？吟啊，对我就好吟。这臭不要脸那个，你看不是您别说这吟，这吟不好啊。不是吟怎么不好、啊？我这么问你吧，您这个吟字是怎么写？你看那个没有文化的样子，你看。现在没有文化。银、啊、一个三点水，就这个。就哪个？就三点水。一个三点水，一个今天的金。哦，一个今天的。你是不是你得养过口啊？你。哎呀，突然间气氛很尴尬，就是没这边反正是一个今天的金银哦，这边是个口字，对，口字边，口字边一个今天的金、哦、银荡银、哎、银唱的银，什么就能拐那上的银唱的银，虎啸龙吟，对了，哦，吟诗，吟诗，当朗诵那么讲，对了，哎呦呦呦呦，还有我写过很多诗啊，是吗？嗯，你什么写过什么？写过很多诗。你今天我媳妇过生日，我还发了一篇微博呢，那都是我写的诗。哦，来，对吧？
除了给媳妇拍马屁这诗，还有什么别的吗？那就没有了。哦，这个气管炎就是，还有答对，什么春联、写对联、做对联，这都是我喜欢的。就您这初中毕业，您还喜欢这个呢？这怎么了？吟诗答对啊，写对联儿。你看那个嘴撇的，吟诗答对写对联、啊。不是，您那什么文化水平，我们又不知道。你说你站台上吹这牛干嘛？你还写对联？那写对联的规矩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不是你知道吗？你说上联是一个字啊，下联就得一个字。对字对字。上联是两个字，下联就得两个字。啊、对呀、啊，上联是一万个字，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，这是规矩吗？对不对？一万个字啊！我们家里多高的门框啊！这得。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！我们家改读报栏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光字数上的要求没用啊，还有韵律的要求。当然有了，您知道吗？天下无雨不成对，这是老话。天对地，嗯，雨对风，是大陆对长空，嗯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，这是规矩啊。有点能耐呀、啊，哪儿不对了？可以啊，就是，哎，那这么说就是说，您这个做对联就是别人出上联，您对下联，对呀、啊。啊，就是谁都能出上，谁都可以哦，谁都可以，你也可以，啊、哦，我也想。但你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吗？对不对？我还是狗啊，我，我们人类的朋友了，我改，啊，你是我们大家伙的朋友吗？我就是人，你说清楚了。对，就是人，就是人。你给我洗脑了，就是人。哎，对对，斩钉截铁，我是个人，我有身份证。啊，雨天争雨地争呢，您等等等，就我出这个上联，您就能对是吧？能。哦，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一个字就对一个字，一个字我跟你对一个字。哦，有这能耐？那有。那我就给你出个一个字的上联，我给你对一个字的下联。您听我这上联，我这上联是上上。嗯，我给你对不上啊？哎，对，等下趟是吧？公交车是不是？那不上。干嘛的？我一个字对一个字啊，一个字对一个字儿。嗯，上，我给你对下。哦，上对下，上对下。哦，忐对忑，忐忑。阿对欧，哟，阿斯都对阿斯都。哎呀呀，知道吗？没少听歌儿，还是。上对下，天对地。啊不。雨对风，我没问。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堪是大吉，万事我没有问候。平仄平仄，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。您呀，您听清楚我的问题，我没有问后边。我就问你上来的上对下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天啊不地，哎呦，我习惯了，我没问后头啊，我习惯了，就是上对下下啊。好，那您听我这上联，嗯，我这上联是天，我问这干嘛？我天对地，雨对风，终于问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始大吉，万事亨通。仄平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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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仄平。我也是掉坑里了，反正我多余问。石家庄的朋友们，好有文化。啊，人学历都比你高。嗯、第一排有个大爷一直没有笑过，是为什么？是不会写仄字的吗？您甭说这个，是在研究命字吗？您甭说这个，就天对地就完了哈。我都多余问你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嘴也欠了啊。天对地哈，您听我这上联，我这上联是盐盐，嗯，盐对醋。哎哎哎哎，
就这么耿直。你别耿直了你。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对的了。盐是咸的。对呀、啊。醋是酸的。哦。咸应该对甜。对呀、啊。盐应该对糖。是。但是糖不公正，没有文化。盐对醋。我就干的对稀的。对，盐对醋。哦，盐对醋。天我没问题。雨对风。行了，大陆对长空。那么品的。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如通。这名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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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笑了，大爷笑了。那个岳老师，咱商量商量行吗？就后边那些零碎，咱不要了。后边零碎不要，大爷怎么笑？大爷爱听零碎吗？哎呀，我说什么上来您对完就完了啊，行行，不用往下说。好啊，您说这个盐什么盐对盐对醋，盐对醋，嗯，好，您听我这个，我这上联是好，好，嗯，好对歹，什么叫歹呀、啊？好好歹歹，好人歹人，哦，歹徒的歹。对了，好好歹歹，好歹咸鱼，好歹，哦，好对歹，嗯，好对歹、哦、天。天累了，嗯，休息休息啊。哦，好对歹，嗯，那我这上面要是是呢？是，嗯，是对炮，是怎么对炮？你知是为挪炮，是对炮。哎呦，吓着了，你看到吗？哦，是对炮。对了，哎，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啊。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。我这是上天。言好事，我跟你对回宫降吉祥。您不是这么对，这是造龙对。没有没有。腊月二十三，哦呦呦，祭灶的时候，可以的可以。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袁老师，打住！您不是这么对的啊！我说上天要您对的什么呀？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？上上对回，上对的什么？回下天呢？地言呢？醋。好呢，来是呢啊！上天言好事，下地醋歹炮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叫会不会有能耐没能耐呀、啊？一下地呀、啊，醋把那个炮给逮着了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然后炮就崩了，哎呀哎，就酸炮，酸炮！你少看那动画片儿，这赖谁？赖谁呀、啊？赖你？怎么赖我呀？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崩的吗？不是你，不是你有能耐吗？你最少得俩字儿啊，仨字儿啊，一排字儿啊，对不对？还一排字儿啊？那您给我打个样呗。我给你打个样啊，我给你来好的啊。您出去，我对我看您有什么学问。哎，我给你来好的。你来好的，就你不一定猜得上来，对不对得上来。是，你要说天，我就抽你，信吗？天，冲我来。我都怀疑你在初中我都没上过啊！脸为什么这么大？抽的呀！啊！哎呀，得了理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来好的呀，上联啊，三四五六七，三四五六七，一顺儿啊，顺儿、啊，我给你对。十勾大挂枪，我这封顶了。你应该对四五六七八。那凭什么对五六七八九？凭什么呀？十勾大挂枪封顶同花。来，来，炸死你啊！上联，说，魑魅魍魉。魑魅魍魉，哎，很多人纳闷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《西游记》看过吗？主题歌《魑魅魍魉》，怎么它就这么多？魑魅魍魉四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有鬼，四个鬼，俩炸，炸死你！你看，魑魅魍魉，每个字都有一个鬼字。
哦，这是四鬼俩账。我给你对啊，我给你对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不行。四大天王，刘德华、李敏，不是这个，庙里那四个，有学问没学问呢？我想想想想，吃面条。哎，我这有了，嗯，听我的，我给你对啊，琴瑟琵琶，我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哎，先别鼓掌，先等，先等，说吧，先等，我问你一句，琵琶我知道，啊，琴瑟是什么？怪兽是不是怪兽？哎，这四个字你认得全吗？啊，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我告诉你，琴瑟琵琶这四个字，每个字的上半部分都是两个王。我这八个王，我四个字。可以呀、啊，那是。来，初心，来，有能耐来。来，你把玉皇大帝请出来，来，八个王，啊，四个炸窝，我天哪，我这四个二都不行了，多新鲜呢。好，说个别的啊，哎，好的，绝对，你还绝对呢，哎，闹笑你，绝对，尿笑了，听这个啊，来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上海自来水来，您这水没法喝，咸的。人家上海，注意细节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，从这边看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；从这边看，也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这是绝对的。哟，有点能。琴瑟琵琶四个炸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。有了什么？你听我这个，你把这上边的说一遍。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。你听我这下联啊，山西运煤车，煤运西山。你回北京？哎，我怎么老回北京了吗？我非得死在北京去吗？我跟你说，哎，就这样上联，我出一个你也不行。没那个，没那个，没我不会的。听我这个，我这上联是。啊，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来，我跟你对，嗯，上海自来水来自山西运煤车，来回用啊，这仨对联斗地主呢，对新的。嘿，你再说一遍，再说就一万遍你没戏啊。听听这啊，听着，黄山落叶松，叶落山黄。我跟你对，嗯，13800000831。谢谢。那我要说13700000731呢？我们对13600000631。13500000531呢？13100000131。哦，130呢？那是联通。我给你数电话号码来了，不是你有没有这能耐？你有没有能耐啊？不，这么着吧，行吗？就是我虚点心，我请教你点问题，行吗？哎，哈哈，虚点心，那是。哎，我问问你啊，就是我一看你有能耐，行吗？当然有，是有能耐吧？嗯。那我就问你啊，我要是一这个说北，您对什么呀？南。哦。东呢？西。上呢？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。又一个字一个字烙病根了，这是啊，就是北对南，东天遁地，不不，没问这个，雨对风，我没问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。咱歇会儿是吗？平仄，大爷。您都折腾完了，哎哎。
您听我这上联吧啊，我这上联有了，您听我这上联。您说，您拿着耳朵听清楚了，立起来啊。好，听着啊，我这上联是：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你他妈全占了你！来、哎，你不是有能耐吗？上海自来水，这这这，除这一个没别的了。幺三八，这这，他妈最后输到联通手里了，我一会儿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一万遍你没听，听清楚了啊！说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我跟你对，嗯。南雁北飞，双翅西东分下上，我是仰飞。我是往回飞，我不去了。你看，返回呀、啊！行行行行，掉头啊，各位，玩去！掉头就仰着飞呀、啊，那掉头可不掉头吗？你连身都掉了，知道吗？没有这么快，那不掉下来了吗？那不就我不去了。你是不去了，你也别回来了，你死半道了，知道吗？这边也暖和。没有啊，不行，你自己找，知道吗？把我们这反过来管什么用啊？真是的，我给你来一个啊，你有没有能耐？来，来，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哎，好脑子。我问你对，嗯，前车、嗯、后折，两轮左右走高低。我这是北雁南飞，前车后折，双翅东西，两轮左右分上下走高低。嘿，有点学问呢啊！你再说一个，我再说一个。哎，这么着吧，我跟你说一压箱底的绝对怎么样？只有绝户，没有绝对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这叫扎心。天下无语不成对，听那么扎心。天对地，行了，谁问？您听我这绝对啊，我这对的上联是：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完了吗？完了。听我的，您来。我跟你对，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。绕口令。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头别了个喇叭。说提了塔嘛喇嘛，想拿塔嘛换，别喇叭哑巴的喇叭，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，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，提了塔嘛喇叭急了，拿塔嘛打了，别喇叭哑巴一塔嘛，别喇叭哑巴也急了，拿喇叭打了，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，说也不至于你拦着我点儿啊你。我拦得住你吗？你跟让狗追了似的。狗追我可不害怕。老嗓子这玩意儿干嘛你？我没跟你说绕口令，我们对得上联。你说的不是绕口令吗？不是绕口令。怎么那么些蟹，那么些足啊？这个啊，这是本人的实事啊。我听一听，我给你讲讲啊。啊，去年八月十五，逢八月十五呢，就是吃月饼、喝黄酒、吃螃蟹。嗯，就喝螃蟹。我母亲你也认识，你也知道。我知道。我妈呢特爱吃这河螃蟹、哦，我就给我妈买这么一篓河蟹。哎呦，您听着，这螃蟹蒸完了以后呢，咱大家吃的都是先吃这蟹身子，嗯，最后再吃这蟹腿，这蟹腿叫蟹足，嗯，把这蟹腿掰着搁桌那儿吃这身子，嗯，身子全吃完了，嗯，我妈觉得不够啊，哟，那怎么还想吃？一看哟，还有这蟹足呢，把这蟹足全都吃了、嗯、全吃完了还不够，就是这对子上联、嗯、您听清楚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嗯嗯，说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仍不足。真好真好啊。怎么样？哎，绝对，这是你母亲的事儿。对对对对、啊、你通过这个事情呢发挥你的想象，然后你就做了一个对子的上联，这才思泉涌啊，才思泉涌，哎，写了一个对子上联，是，真好啊！如果是我的话啊，我就给我妈买螃蟹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再买一篓，什么时候吃够了，什么时候算，那是我的妈。我妈吃完蟹不足，我妈都吃蟹足去了。哎呀，我在想这个上联怎么写啊？吃完蟹足还不足？哎呀，终于对子有了，上联有了。哎呀，真孝顺呐，真孝顺。你让你这么一剖析，我怎么忤逆了呢？我
回家我去给我妈买点螃蟹，你给我买点。这么着，哎，你把这对联对上来，我回家给我妈跪着去，我乐意，知道吗？啊，好，啊，你对上去，你有能耐你对上去，你听我的，真是，我跟你对，我听你们家什么遭遇？我们对，骑驴，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您歇会儿吧，您，我不累，我们那都吃的，你怎么还有病呢？这里这是我的事儿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前两天我去踏春去，春游，哎，人家很多人都骑马，啊，骑马，我不爱骑马，是他爱骑马了，我骑了吗？那骑了，骑了马一会儿，那个马变骆驼了，我呀，我原来骑的就是骆驼，我以为你骑的是马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那马后背刷下去了，像话！我骑的就是骆驼，哦，骑的就是骆驼。我不爱骑骆驼，也不爱骑马。那您骑？骑驴，小毛驴。驴它那个后背上没有马鞍子呀，铲骑，它就磨我的屁股。哎呦呦呦！我这怎么办呢？是往后顿顿吗？坐驴屁股，坐到驴屁股上了，那肉。没想到坐到了驴屁股上，啊，还磨我的屁股，还磨这屁股，这就叫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啊，还磨腚。你别说了。